照对晴空，来鸿对去雁，宿鸟对鸣虫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讨厌死了，我是嘉宁二哥。你为悦己者容，我是小爱格格。芳草萋萋鹦鹉洲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我是周成二哥。树大得根实，菜好得叶茂，我茂二哥。梅须逊雪三分白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我是楚阳阿哥。站得高看得远，大家好，我是远阿哥。恩将小豹严飞献血，我是恩请阿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他可拜至上励合五阿哥。昨天浩明阿哥把他数学成绩单上的一改成了五，结果啊被额娘给发现了，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打了30大板。嗨，这个浩明阿哥太不像话了。要是你，你会那么做吗？会啊，但是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蠢，我会改成四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佳明阿哥，如果你考试考不好的话，回家会不会挨打呀？会啊会啊，我们家有考试三打。我考70分呢，就是男子单打；我考60分呢，就是女子单打；我考50分以下呢，就是男女混合双打。小爱格格，你的皮肤好好哦，什么时候我的皮肤也能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就好了？现在就是啊。真的吗？嗯，松花时代。好，真倒霉。昨天考速算术，我4道题就错了2道，挨了老师的一顿批。哎，谢阳阿哥，我比你更倒霉，我没有做错1道题，我还被老师啪啪啪啪啪一顿骂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1道题都没有做。哎，你在干嘛呢？看电视。哇，什么电视啊？彩色电视。我问你是什么片儿？武打片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可以叫我小美，也可以叫我超时空宇宙霹雳无敌美少年牛周成。嘿，真相阿哥，猪这个单词怎么拼？是不是 P U G？ No， pig 是 P I G。 No no， pig 是 P U G。 No no no， pig 是 P I G。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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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pig 是 YouPig 是 I， Pig 是 you， Pig 是 I， Pig 是 you， Pig 是 you， Pig 是 you， you not I， Pig 是 you， you， you。 告诉你 Pig 是 P U U G。 哦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啊 Pig 是 you。 哦，佳明阿哥，佳明阿哥，你知不知道贝克汉姆啊？我跟他不要太熟哦。哇塞，他一个时辰就能赚10000两银子。哎，佳明阿哥，你会打篮球吗？别吵！真的吗？一个时辰挣10000两银子？那他要是一天能比赛1000个时辰，那就能够挣1000万两银子。一天能挣1000万两银子，好有钱哦！
贝克汉姆是谁呀、啊？打篮球的呀，真是的，连贝克汉姆都不知道，还有资格跟我讨论篮球？你们谁知道蒙古文什么时候考啊？要考蒙古文了，下个月。水社的，就明天考试。啊？不会吧？考蒙古文啊？就昨天考，你都没来吗？哦，上书房汉文师傅范大学士的。享受学的不要烦，几条弯在远方，继续快乐和希望。范老师，范老师好，范老师吉祥。上个月汉语考试啊，你得了个这个，我得了第一。好，谁说你得了第一啊？那这不是第一吗？哦，这是第一、嗯、那这是第几？这是大拇指啊。这个呢？小拇指啊。我问这是第几、啊、这是第一。这怎么是第一呢？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啊。哦，从这数第一哈。那你上个月考试考了个这个啊？从上面说啊，还是第一。哇，真的好。下面啊，为师宣布一下上个月汉语的考试成绩，90分以上和80分以上人数是一样的。哇 ，yes！ 考80分以上和70分以上人数也是一样的。Give me five, give me five。那不及格的人数呢？不及格的人数和全班的人数是一样的。各位格格阿哥们，今天的书温习的怎么样啊？皇上有令。今日隋唐抽考，成绩禀告皇上。雪阳阿哥，啊，我来考考你。哦，巧合这个词什么意思？巧合这个意思就是凑巧，同时发生的意思。举个例子，我的阿玛和我的额娘是同一天结的婚，多巧合啊！师父，请提问。诗词歌赋汉字词语我都温习好了。好，那我就不考这些，我考考你地理。好，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在哪里啊？汉水发源于头上。师傅，师傅好。哎呀，这五位阿哥里边也就恩圣阿哥是最懂礼貌的。那么我考考你，古时候皇上自称寡人，那么皇后该自称什么呢？寡妇。你如此冒犯的回答呀，你让皇上知道那还了得呀？我太无知了。主任，小矮哥哥，这里边学习成绩你最好了，你长得也太漂亮。哎呀，你个儿长了吗？这样，你来回答刚才他那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嗯，全靠你了。你是让我用汉语回答这个问题，还是让我用俄语回答这个问题？好，哇，还会用俄语，俄语回答，才女，好厉害哦，才女，好好好，你就用俄语回答。Я не знаю。好好，掌声，好好，你就把这个俄语翻译成中文给他们听听，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不学无术，不学无术啊，岂有此理呀、啊！大清有尔等王子，定要灭亡啊！没错，大清就是要灭亡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历史课本上写的清清楚楚。1911年，孙中山成立了中华民国，清朝灭亡了。为师要再教下去，定成千古罪人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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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忘了皇阿玛，大清要亡啊！喂，学俄语有用吗？有没有用啊？究竟有没有用啊？有用，书上说溥仪走投无路，去了俄国。啊？哦。亚内怎奈哟？亚内。亚内。去吧。阿里奇克罗阿斯罗。亚内怎奈哟？
小海哥哥，你没事吧？